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啊，哇，姜涛嘅月饼大家买咗未先？咁样样，喂，近排咧全城抢购喎，咁样样，同埋咧未到一个截止日期啊，佢嘅月饼已经卖清光啊，清光一走，卖清光啊，咁样样，喂，咁样当然非常之开心啦，直情系将我啲咁嘅 haters 发嘴啊！狠狠咁样涨咗几次啊！等你话嗰啲咩姜涛月饼卖唔去啊啦，咁啊今次咧就同大家讲翻今次姜涛月饼嗰种卖清光嘅情况啦，同埋讲紧嗰种商业嘅策略啊。咁啊今次咧就有好多姜糖咧就话，掂喎，姜涛今次呢个月饼系嘛？虽然我哋系好中意食，好希望可以买，但系咧我哋今次睇到个策略咧，的确系睇到姜涛嗰种即系劲法，同埋已经唔系一个艺人咁简单，直情系一个生意头脑嘅聪明人咁样。咁我哋睇下呢件事系点样啦。咁啊，开始段片之前咧，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同埋留个言啦，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碟都得啦，同埋货金支持。嗱，咁啊，今次呢个卖月饼咧，咁啊叫做今年第二年啦，咁样样。咁啊，以往咧，姜涛咧都系帮人哋卖广告多嘅。咁啊，今年近呢两年咧，因为有自己嘅品牌啊嘛，你明白？有自己嘅烘焙品牌啊嘛，所以咧月饼咧今次咧我哋姜糖咧就全部转头去帮姜涛买月饼啦，系嘛？帮姜涛买月饼，同埋咧成个咁嘅宣传攻势咧，就大家做得开心啲啊嘛，因为今次以前咧就系讲紧。帮其他月饼公司卖广告嘛，姜涛咁卖咗几年咁样啦，咁即係当然係咪你帮人哋即係收咗人哋钱做人哋品牌嘅代言人卖月饼，咁我哋当然一样系抢购啦，咁但係呢今年呢就係、是、即係呢两年呢就係讲緊呢姜涛就係要发展个人嘅生意嘛，个人嘅生意，咁其中一个呢就係、是烘焙嘅生意啦，咁样咁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嘅，正如即系我谂大家都估到啦，咁啊中秋节呢啲咁嘅时间，肯定系会出饼噶啦，系嘛出饼，咁啊大家亦都系一如既往地系好多人买啦，好多人支持，咁所以我谂喺呢啲层面上咧，对于姜涛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啊！示范到咧，即系我谂姜涛就系成功咗啦。同埋今次咧，如果比起旧年卖月饼嘅情况咧，今年系早咗卖嘅，同埋今年咧系早完啊，早完咗咧就话佢差唔多上年咧，差唔多去到到期咧就差唔多卖晒。今次系直情提早收炉啊，提早卖完咁样样。咁所以我睇到姜涛今次呢个饼咧，我谂经过佢哋嘅计算咧，应该佢卖出嘅单咧已经系已经去到极限啦。即系话如果佢哋再接多啲嘅单咧，都唔能够可以生产得到啊。咁即因为始终条生产线有极限㗎嘛，我想同大家讲。即係唔係话譬如我原本就諗住整5000盒嘅，係咪？即係如果我见多人地买，即係可能我原本条生产线我原本卖5000万嘅，但係条生产线呢可以做到6000盒嘅。咁所以呢我哋卖嗰时呢目标就5000盒。咁有时唔係话你截单一截就到㗎嘛，咁可能佢今次可能已经超出咗5000几，接近6000盒啦，已经接近个生产线嘅极限啦，咁所以佢咪要 cut 咯，截单咯，咁所以即係有时候我哋做开呢啲咁嘅流水嘅生产线呢，咁就知道，咁所以今次呢就好肯定嚟讲呢，姜涛呢一次咁嘅月饼呢係非常之咁好卖，系嘛？即系正如讲紧佢哋唔会话超越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点解咁啊？点解既然咁好卖啦，点解唔开多条生产线咧？嗱，我谂大家如果识得工厂生产线嘅流程咧，开条生产线咧唔系讲咁简单咁，你明啊？我哋讲嘅简单啦，开多条生产线啦，咁样咁啊讲紧就简单啦，但系实质上系唔可以喺短时间内做得到，即系除非佢自己本身做开，同埋佢自己有预算啦。咁所以我好明显咧，知道姜涛今次呢个咧已经系极限嘅啦，个生产商系嘛？即系如果再睇下下年咯，睇下下年有冇机会再做咯。咁
而且讲紧呢个网上售卖嘅生意呢，我可以同大家讲都系有赚冇蚀嘅。咁我亦都之前呢都已经出咗片去分析姜涛嘅生意头脑啦。譬如可能讲紧依家佢好聪明啊，姜涛真系好聪明。佢冇做一个实体嘅生意，因为猪肉在前啊嘛，睇到自己啲猪队友系嘛，睇到阿肥仔双遮系嘛。我啲咁样做生意做寿司啦，已经香港人最中意食日本嘢啦，系嘛都可以做到执笠收场，而且系讲紧周身债，系嘛，亦都系俾人哋去讲紧呢啲咁嘅周身债之余咧，就系讲紧俾人哋贴大字报去追数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冇办法噶啦，讲紧真系冇办法。真系依家开实体店咧，个风险咧其实都高啊，都高嘅。如果特别系如果你本身冇做开实体店嘅经验嘅话咧，都好多嘢都系会，即系好多嘢都系会有好大风险咯，系咪咧？即系譬如可能我近排即系有阵时喺街度见到都好多啲转让嗰啲。咁嘅招租啊，系咪先？跟住直情将成盘生意抌出嚟去卖都得。咁我谂大家都有阵时都行街都睇到咧，都系咁啊。所以开实体店始终喺现时嚟讲，如果你系一个缺乏经验嘅人咧，特别开实体店咧，系太高风险啊，同埋即系好容易执笠收场。所以姜涛就系由始至终啊，你话 to C 罗又好，或者系今次卖 D 又好。都冇谂过开实体店嘅，你睇佢系，亦都应该唔会。我睇佢，即系我唔知啊，可能未来知个事，即系嗰个经济发展系点啊。但系起码我谂，起码喺呢几年之内咧，姜涛系绝对唔会开实体店。咁当然有好多人就话，喂，姜涛唔开实体店，我哋就少咗个即系。去朝拜嘅地方啊，咁样，唉，真系老实讲，你唔好话嗰阵仔又泼你哋冷水啦。就算啦，姜涛开实体店啊，姜涛都唔会即系落去个实体店啦。喂，你谂下姜涛几鬼多嘢做啊，系咪先？你估真系咁多时间去啊？系咪先？我有好多嘢搞嘛，系咪？你唔通下下真系落实体店嗰度，真系攞个月饼卖俾你咩？喂，你谂都唔好谂啦。喂，如果咁样做啊，即系代表佢冇嘢做，系咪先？系咪先？即系你睇以前啲明星啊，咁就系捞唔掂，系嘛？先自己落去搞啲生意，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埋门面，啊，以为就博宣传。人哋以为博宣传，其实就系佢冇嘢做，先至踎喺自己间铺啊嘛。喂，如果姜涛即系开实体店嘅话，讲真，我哋唔好有个遐想，系嘛？姜涛点会落去卖件衫俾你？姜涛点会卖件饼俾你啊？肯定唔会啦，系咪先？喂，佢咁多工作做，喂，佢又落去卖件衫俾你，前后蹲几个钟半日。系咪先？我半日啊，去整多首歌出嚟都得啦，系咪先？去整多首歌出嚟，对于佢嘅事业发展系更加好啦，系咪先？即系大家明唔明白呢样嘢？所以唔会开实体店啊！我嗰阵仔话嘅，今日呢段片立主前兆，我够胆讲啊，未来嘅3年之内肯定唔会谂呢样嘢。嗱，3年之外咧。就太远，我唔够胆估啦，系咪？起码3年之内咧，我唔会开实体店，呢个我话嘅。咁所以，而且讲紧啊，To C 无同埋 My Dear 呢两个品牌咧，佢做网上生意系 run 得好好啊。而且我分分钟啊，我话俾你知，即系我攞唔到啲数据嚟睇啦。即系如果我话俾你听，我攞到姜涛条数簿出嚟，你都惊啦，系咪先？我攞唔到佢条数簿嚟，但系你睇咗个售卖嘅方向啊，情况咧，咁啊肯定系好嘢嚟嘅，肯定系好嘢，同埋佢肯定系做得到咧，有赚冇蚀，即系呢个我够胆讲啊，够胆讲有赚冇蚀，因为佢哋营运模式系佢哋接多几多条单，跟住先开机去做啊嘛，做衫又好，做饰物又好，做饼又好咁样，咁即系佢哋接咗订单先去做，即系佢哋。计好晒数先做噶嘛，即系譬如佢你要俾钱噶，系咪？即系佢可能接到哦2000条单就做2000样嘢，2000多少少啦，预住换啦咁样样，系嘛？接到几多条单就做几多咯，先开机咯，系咪先？冇单咪唔好开机住咯，系嘛？你唔同
开实体店，你实体店你一定要摆货喺个实体店嗰度，而且嗰啲货可以系卖唔出噶嘛。即系如果大家 fair 啲讲句，当然如果姜涛真系开实体店，我又唔相信唔会卖唔出嘅。但系始终开实体店嗰个我哋自己从嗰个经济嘅模式运作嚟讲咧，佢始终有一个风险就系扎货啊嘛，扎住啲货喺度，而扎住啲货喺度，你就要啲人落去店嗰度订。订完咗之后，你又要去开机，开完机之后，跟住你又要落店去储存，仲有店又要租金，系咪先？我相信姜涛系唔会买铺啦，系咪先？你要租金成本，你又要请 sales，灯油火蜡嗰啲，哇，全部都系一条条数计翻啊！所以有赚冇蚀嘅，即系如果你开网上商店咧，话即系佢收一大摞单系嘛，几千件几千件咁啊有数位系嘛，可能佢开可能最终开到5000条单咁样，咁佢咪计过咯，可能要生产大约2个月咁样就可以寄出啦咁样，甚至可能姜涛就算唔讲几时出货日期，我谂大家都应该冇投诉啦系嘛，我自己大胆啲讲句系咪，你唔同买楼嘛，买楼你都有个流花期系嘛，喂，同埋啲流花期都通常唔准噶啦系咪先，咁所以更加唔好讲呢啲咁嘅生产呢啲product 嘅嘢啦系咪先，咁所以冇问题噶，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即系我讲紧少少再更加内在啦，譬如可能佢生产线可能出现咗少少问题要 delay 嘅，咁因为你网上面有阵时都冇讲几时出货嘛，咁佢咪可以 delay 1个礼拜、2个礼拜，其实我哋唔觉噶嘛，你明白？我哋唔觉，只不过系话啊几时收到咧？咁姜涛话啊，咁姜涛又冇话几时出货，我其实有鬼得佢先咯。咁样姜涛话出货，咁啊姜涛自然会讲噶啦。咁我哋又唔会话催佢嘅嗱，但系月饼可能月饼唔同嘅月饼可能嗱，今次佢早咗啲，即系我谂佢都叻仔嘅，即系佢早咗啲，因为佢都惊咧，有阵时要我哋整多啲 buffer 位俾佢自己啊，系咪？你有阵时可能生产月饼同埋姜涛生产月饼，喂，可能突然间有啲问题嘅要 delay 嘅，咁起码都有啲 buffer 位啊嘛，你冇理由过完中秋先收到饼啊嘛，系咪先？所以呢个系。我谂相对 比起 C 罗嗰边嘅生产线呢，这个生产线系紧张啲嘅，我相信。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咩问题，我哋都唔会投诉嘅。老实讲系嘛，即系就算即系我退后1万步讲系嘛，即系虽然我唔想啊，譬如可能佢最后屘有问题啊嘛，个月饼可能过咗中秋先寄到俾我哋喺手，咁我哋都冇投诉嘅，老实讲冇投诉嘅，系咪有鬼得去咯？系咪最紧要买到啫？喂，最紧要俾到我啫，系咪先？即系我哋都唔系话真系中秋食，即系唔系话中秋就一定要攞到姜涛嘅月饼系嘛？我哋最紧要攞到姜涛嘅月饼啊嘛，你明白？就唔系话中秋之前一定要攞到，系要攞到姜涛嘅月饼为之优先嘅优先嘅我哋所注意嘅地方嘛，所重点啊嘛，所以呢啲嘢就冇问题，所以冇噶啦，一定系最好嘅运作模式噶啦，即系你话如果佢背后一队团队系嘛，可能有阵时谂唔清楚嘅，咁我都即系提点佢哋啊。即系依家你哋即系如果运作得好好地啊，运作得好好地啊，即系我觉得无需要将呢盘生意再实体化咯。我自己觉得，即系起码喺风险管理上咧就唔应该咁样做。咁因为点解高登仔咁讲咧？因为即系有少少嗰啲咁嘅网络啲江湖传闻讲咧，就有啲人。就建議阿姜圖咧，就試下開實體店賣衫同埋賣餅咁樣，咁可以長有長做咁樣。咁當然佢哋又不無道理嘅，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你特別做碟做包餅咁樣，可能佢哋整咗個門面出嚟，可能我哋姜圖想買咪去買咯，係咪先？但係問題上，个风险亦都系相当之高，亦都转嫁咗落姜圖身上嘛，你明白？所以作为姜糖，我梗系当然希望有实体店啦。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比较，即系要理性啲去谂啊，即系要理性啲去谂咧，我都唔想姜糖衰啊嘛，系咪先？我都唔想将个风险转嫁落去姜糖身上嘛。即系有啲人就话啊，咁讲得夸张啲系嘛？唔系噶，如果开实体店咧，
其实呢你諗下喎，我哋姜糖开心咗喎，即係我哋姜糖开心啦，当然我开心啦。喂，但係问题上就係我哋将个风险转嫁咗俾我哋嘅偶像身上嘛，你明白？呢样嘢先至係我最唔想见到嘅地方。我真係冇所谓㗎，我哋即係我哋其实我哋即係见到姜糖都已经好开心啦，买到佢嘅 product 已经好开心啦，仲有今次同个闪卡比，係咪先？咁我哋亦都即係冇需要，即係话要将我哋嘅开心更进一步，係咪？开实体店当然係开心，但係问题上就係话将个实体店个风险就会转嫁咗落姜糖身上嘛。如果唔开实体店，依家开网店，个风险转嫁返落我哋大家共同承担，而且讲緊都开心啦，係咪先？我哋即係无谓将更加多嘅开心，为咗更加少量嘅开心而将个风险加大去咯，我自己觉得系唔值得。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提议呢班姜糖咧，就系要三思而后行啦，三思而后行啦。即系依家其实到风险都系相当之高嘅，但系当然我唔知啲系咪姜糖啦，我唔知，因为有阵时好难讲噶嘛，系咪？可能即係叫姜涛，即係開實體店嗰啲，可能係有陣時我哋即係會知道係一啲即係叫做 sell 鋪嗰啲人㗎嘛，分分鐘係咪好難講？即係等於可能好多經紀都係㗎，係咪見你盤生意好就水你上市㗎啦？因為上市佢哋可以 capture 嘛，正如叫阿姜涛開實體店嗰啲人，可能本身佢哋就係 sell 緊。铺面楼面嗰啲租务嗰啲嘢嚟嘅，系咪先？咁都有可能噶嘛，系咪先？而且讲紧一样嘢，姜涛开亲实体店咧，唔好即系唔衰得噶嘛，你明白？即系如果一衰一话要 close 实体店嘅，即系继续转翻网络嘅，咁肯定又俾人大做文推一张噶嘛，你明白？即系开唔系难啊，但系你要一直 keep， 即系一开咧，你明唔明白我个心态就系、是、你一开就唔可以删。系嘛？你唔可以中途话，哎唔掂啊，有啲嘢唔做得唔好啊，咁啊删鬼咗佢啦，咁样样，咁啊有鬼得佢啦，咁样样，咁唔可以咁样样。所以咧，每进一步咧，嗱，高人仔，我真心嘅，即系老实讲，大家听咗我条频道咁耐，边个中意姜涛，边个唔中意姜涛，边个搵姜涛词，搵姜抽姜涛水，系嘛？唱佢嘅歌抽水。系嘛？即系谂住揾姜涛个名去赚钱嘅，大家心中有数啦，系咪先？我真系真心啊！即系起码喺呢啲事件上，我自己系俾到一个，我自己起码觉得系一个中肯，同埋一个正面嘅分析俾姜涛。即系起码呢啲事上，我觉得系无谓、无风险，同埋即系既然盘生意都系叫话啱啱起步啦，系嘛？啱啱起步啦，咁我觉得。稳打稳扎系重要，稳打稳扎系重要，而且系讲紧呢盘生意，即系你起码有阵时做生意，你起码做咗几年，先可以见到个发展噶嘛，系咪先？而且讲紧嗰种发展究竟系点样样咧？可能做得好大咧，我唔知啊。可能正如我好似之前讲，可能有啲欧洲嘅 fans。涌现啦，系嘛？可能你都即系越洋同佢订月饼，喂，咁当时又唔系咁讲系嘛？即系当时可能又要嗰阵仔再谂过另外一个分析策略出嚟。但系如果我哋依家睇账面上咧，就应该如果做网络生意咧，我觉得系最适合不过啦。对于姜涛嚟讲，系嘛？亦都唔需要即系我逐啲讲句系嘛？唔需要充大头葵咁啊去开个实体店去做啦，系咪？即系呢样嘢就即系我谂大家要明白咯。即系我唔知道提出嗰啲系真姜糖定假姜糖，我唔知。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姜糖咧，真系唔好叫姜糖开实体店啦。即系无谓将个风险为咗少少我哋嘅开心而将个风险转嫁俾落姜糖。即系呢样嘢系我。真心分析到出嚟嘅，即系真心分析同埋讲俾大家听，就千祈咧，我哋要继续鼓励姜涛嘅网络生意啦，好冇？咁啊，即刻买翻两件饼啊，即系已经完咗，所以下次即系再出饼啊，再出条丝毛，再出 product 啊，
买多两件已经系对疆图嘅支持啦，系嘛？喂，好，今次疆图嘅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